那我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有可能，你叫宋晓东。宋晓东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罗千怡，所以你一直跟踪我、监视我，所以你不希望我恢复记忆。 你杀了他？没有。你杀了他？没有。我看见了，所以我做了那个梦，那个梦是真的。所以你利用我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让我代替罗千怡，就是想掩盖杀了他的事实。杀人凶手！杀人凶手！ 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你不是很会说话，很会哄人吗？你说呀！说话呀！你不是很会说吗？我就是罗千怡的替代品是吗？我只是替代品是吗？我只是替代品是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说，你回答我！不是，我是想跟你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 新的生活，你觉得我会一辈子都想不起来吗？你觉得我会放弃寻找答案？你觉得我可以不是我自己是吗？你是你，我知道你不一样。我后来喜欢那个人是你。 真的，对不起。我爱的是你，我爱的人是你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